对比啊，现在几点？13:11。我们误打误撞来到一间亚中控骂分。吃跟面的起手是必备加醋，简单的就是要到这样。控肉饭真的很好吃，控马卤得很香很入味。至于羹面的话，就不是我喜欢的口味了。金色的茶园，秋天的茶园。4月10第一次来到金鹰温泉，便已经被它的美所深深吸引。得知最近的他因为施工而满目疮痍，带着些许无奈的心情再次前往一探究竟。从台14下切处开始，沿路都有许多汽车停放。应该是施工的关系，我觉得产业道路的路况更差了。如果不想徒步那么远的话，听说当地有接驳车，详细资讯可以上网找看看。本来看到这个告示，心都凉了一半。不过当地人说温泉那边还是可以下去的。哦，好上链的。进来之后有一条链子锁住，上面写禁止进入，因为下面河床在施工。4月的时候这里不长这样，我们那时候真还可以停到那个河床边，就现在我们只能停在这么上面，还是要走一小段。重点是完全变样。难怪新闻会写说河床改变，变超多的。我们现在要徒步往下走，走到上游，再选地方扎营。上次来，现在施工的地方都还是溪。地貌大改特改。哎，他那里拉封锁线，哎，意思是我们必须赶在太阳下山前找到地方扎营。要盖什么桥啊？那你全部挖成这样子。对啊。负重的男人扛在肩膀上的是责任。哇，完全变样了。变这样，我现在要走到上游去。就是一堆帐篷，还有地方可以让我们扎营吗？那往上游走啊。天哪！我们要爬过这个石铺区，按图所记来到半年前扎营的沙地，所以就在这里吧。然后我们现在下面刚好又有两个池子，晚上可以下去泡。就这样开始扎营。要看我剪了一片忘记了啦，再叫一次死人。现在回去看。内帐大事完成，来换去拿外帐。
上去勾起来就好了。有鉴于我们上次在这里扎营的时候呢，会带沙进去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搬石头做脚踏垫。这就是大自然的脚踏垫，因为我们没有买野餐垫，所以现在先简易的做这垫。这是我刚刚做的桌子。拿另外一个单单链给我啊！蚊子虫，蚊子飞进去了。它不是蚊子，它是虫。来，管它，就这样子先拉起来，来，给你枕头，人体打气机 ，Action！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九十。人事依旧在，景物与全非。其实我们往上看是没有什么变化。就不要往后看就好，因为它路跟人靠的地方变短，所以就会觉得人很多。对，人很近。你要唱一比呀呀吗？一比一比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。哎，你怎么没有跟我接吻？你要把嘴唇吐出来，然后给我吃，然后我们也吃这样。哇哇！不要把骨头吐给我，个垃圾！臭男！啊，我的脸在飞走！再给我捡垃圾。等垃圾袋。是我们今天的吃饭工具，这是我的简易琉璃台，这是灶台，这是灶神。对于生活的感觉怎么样？你跳啊，萤火舞啊，萤火舞啊。那你觉得我今天做最好的是哪一个部分？嘴巴闭起来的时候。一口泡面，一口啤酒，伴随着涓涓溪水声，实在是太爽了。虽然上次有说再来的时候要准备烤肉大餐，可是两个人的食材有点难抓分量，还是下次再说吧。说你会很饿很饿很饿吗？我会很饿很饿很饿啊，但是因为我们上山的时候买了100块的盐咸酥鸡在物色。干嘛啦？我有点失策嘛，我怎么知道？干嘛不要用那种神乎犯人的光照我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现在知道啦，我下一次就会记得吃不饱的是最好吃的，吃不到的是最好吃的，就不会准备这么多的食物了。今天是有点失算。不要照到我的脸呐、啊，好丢脸哦！面。让它泡一下。出锅了。起锅了吧？阿路讲出锅了。这个面比下午的看起来好吃多了。平均要吃大碗还是小碗呢？一人一半。不是应该要吃多一点吗？谁说买那么多的？
满天的星空再加上一碗泡面，完美。好玩吗？好玩。现在在干嘛？玩手机。出来野外还不是在玩手机？那可是的，也没办法的事喽。那我们一起开飞航吧。你就是负责这一组，赵神，你要答右啊，右，看着镜头说右。赵神，以后你就是负责这一组，知道了吗？右。欸，你很会塞耶，你知道你现在塞的包包是你等一下要背的包包吗？我等一下要背的是蓝色，这是我用塑胶袋做的地垫，等一下我就要用这塑胶袋把这里的垃圾全部都打包带回家，还给自然干净，下次可以继续在这里搭帐篷。这是我家的后花园，开出了美丽的花，只有我们这里有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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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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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1:56，收帐完毕，走了。地形改变之后，来这里要爬一座山。独怆然的泪下。哇靠，只有神呢。多说的。我真的是随便讲什么你都懂。这边的地形整个都不一样了，好丑的地形哦。希望它完工以后会还给大自然一个漂亮的样子。那边河道完全都不一样了。那边陡坡，半年后再访精英温泉，全部都改变了，只剩温泉水还在，身边的人也变了。半年前那个比较漂亮，比较温柔，比较可爱，现在这个，这边还有地主可以停车，可是要停车的话，要经过两道封锁线，封锁线什么时候会开不知道。上车回家。哦，一路陡上，重心往前。你看过的蓝有哪一种蓝呢？这就是台湾的蓝，精英的蓝。精英的蓝，只要你愿意，周末给自己一个机会出来，老天就会给你一个大晴天，配上蓝蓝的天空。回程虽然是一路的上坡，不过沿途美景加上泡完温泉的轻松身体，这种路难不倒我们。
次不走台十七下线线了，走另外一条更硬的路。更硬的路？真假的？听说啦。那干嘛还要走？啊，挑战看看嘛。哦。感觉也没有很硬啊。谁跟你说很硬的？网友。我要相信 Google Map。Really？ Google Map 常常把带到奇怪的地方。枫树，枫叶红了，秋天就来了。我怎么觉得比台十七下线还要快？快到了吧？好像是哎，对。而且好像比较快哎。可能开车比较难吧。刚刚那几个弯，那个弯有点难度。不是到了，比较快吧？嗯，这个比较快，这快多了吧？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我们下集见。